动力下降，受到敏感线工作正常。先500牛发动机开机，接塞转主减速模式，动力下降开始。三下测量开始时间，210动三分。降落降低开机。大家报告 CC 转快速调整模式。北京 F3 点评驻船数据接收正常。下降模式。CNC 转接近下降模式。动力下降用各敏感器工作正常。动力下降各敏感器工作正常。